是，他要不吃，他要不吃，我就捡回来接着吃。然后他吃肉的时候，特别拿那牙的边上，这儿还掉了一个呢。嗯，这就是康疯子给我拿来的那个大肘子，仁义的肘子，这就是濮存昕就吃这肘子，他吃完就能够演戏。嗯，我们该吃完这个就能算算数，是吧？啥和尚？我每次一激愤，看着这社会上的不正之风，我就骂人。我一骂人，我狗就立刻就藏起来，啊，怕我发怒，就啊，然后就拿头拱拱我说：“爹，你别生气，爹，你别生气。”扎哥，你拍这个的时候，就是我说到哪儿，你就把镜头对到哪儿，因为它是自动聚焦的，你不用管。比如我说到狗，我摸狗，你就电影就是这么回事，用的是镜头语言。我就看老五。老五坐窝里瞎白活，白活的不错啊。老五呢是那个一个这个手机，一个那个、我有个新手机，刚才你说的，但是张家口号，嗯，我就不敢启用那个号。老五就是一个手机拍另外一个手机，他坐屋里的时候哈、啊、他能够很认真的在那说啊，上下点评。他那个公众号人也少，他也不怕封号，我是给我封大了是吧，我十万的，我公众号都十万，而且一封了我跟我沙和尚都得失业啊，所以我就不敢过激。另外我这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不像老五是吧，老五也没结过婚啊，从那里边出来一身火力壮，整天老吃大肥肉，你看多油腻啊。我呢没事也就吃点，哎呀沙和尚，哎你就得你又老得跟着镜头走啊，甚至得变焦啊，因为拍这个镜头哈、啊，电影那些电影人他们都说什么呢？啊，坏了的时候，我这都是坏苹果，因为我就知道那小学妹种苹果不容易，她来这儿，我给我师娘1月27，前几天我师父生日，我都挨着个挑，把坏苹果挑出来。啊，这种坏的我没事一挖我就能吃了，好苹果你送人那哪行是吧，苹果讨个吉利，而且苹果我老说是圣果啊，第一个亚当夏娃，来下来下来啊，他都知道，来来吧来吧，嗯啊，就是亚当夏娃啊，夏娃原来上帝造一亚当，造一亚当在伊甸园，这伊甸园说是西方的，不是西方，在伊拉克，嗯啊，在古伊拉克，然后那个别拿刀了，别拿刀了，嗯，嗯，对，我这，对，我这狗啊，现在都知道，嗯，就是我为保小命啊，这刀子，嗯，我吃了东西都，爹别喝多了扎着你，你看我把这切下来。要是街上买的那苹果，我给我女儿她不吃，我这个皮她都吃了。嗯，现在我根本就不削皮，为什么？这苹果它的来源是好的，来，给给给，你看，没有农药味，狗鼻子多灵啊！我就老讲苹果，人类最好的苹果，爹爸爸，爹爸爸，爹爸爸，让沙和尚拍拍咱们。嗯，最早的苹果伊甸园里的，嗯，其实比这个更老的是佛教的苹果，我们中文叫苹果，苹果平波，最早叫平波，你去查梵文吐火罗文，最早为什么叫平波呢，是印度梵文里边就有，古代佛陀的时候敬佛陀供佛陀的时候，你看现在你去庙里边有供桃的，有供梨的，有供什么的，哎，苹果最好，苹果能够储藏的时间长。嗯，中国古代不叫苹果，中国古代叫林芹，林芹就这么大啊。在清朝的时候，林芹只许给清朝用，给慈禧上供的，因为慈禧他们家东北来的。苹果这东西就在这一条纬线上养，嗯，这一条纬线上，我整天给我狗讲课，我狗都成精了，嗯，它成精了，你看。他那个他不叫唤，他知道爹说话的时候要叫唤招人讨厌啊，说你狗是哑巴不会叫唤，我让他叫唤就叫唤，爹一问他一加一等于几是吧，马上叫唤，嗯，狗不能瞎叫唤啊，叼个盘还不招人讨厌，整天瞎叫唤跟战狼似的，给主人惹事儿，
主人喂你还得评事儿的。第三个苹果就是科学的苹果，嗯，就是掉下来把那个叫什么牛顿脑袋给扒了开了窍了，嗯，那个苹果，嗯，他开了窍了，发明了 MGH 每秒钟9.8米自由落体运动啊！你看那牛顿最后把自己埋在哪儿了？埋在美那个伦敦的，我几次要去都得排大队，啊，那个叫威斯敏斯特教堂，埋在威斯敏斯特。第四个苹果就是乔布斯那苹果，我这就是，这是我姐姐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就一直舍不得用。嗯，我姐说你别说啊，一会儿人家以为咱俩有一腿呢。这是最新的苹果，苹果 Mac 13 Pro， 嗯，是世界上最好的，嗯。但是我老觉得自己花钱我就舍不得用，嗯。我姐说这苹果这安全啊，因为你认识好多人啊，别不安全了，这没后门。其实我觉得特好用的还是这华为，这是华为 M40P。我用了都一年多了啊，一直用，这是华为给我的啊。今年春节我就跟华为老总是我哥们儿，我就说主总啊，但愿你身体好，你再继续得专利。这个李昌竹啊，发明现在我们手机都有一个，不管苹果还是不是苹果，都有一个叫飞行模式。飞行模式的专利你去百度，我们没法谷歌哈，我们这没谷歌，你即使百度你也能查出。飞行模式专利李昌竹给我，这不算行贿，这是他私人的，他就是华为的技术副总裁，嗯，他给我一个我收回一个去，我老说你给我就别收回去了，我把旧的好给我徒弟是吧，不然的话我还得，我这穷逼我还得啊，我徒弟要是没有这个好的手机，他就没办法帮我运作那公众号啊。啊，你看现在我白活叨逼叨叨逼叨，我平常拍的都不清楚啊，你看我徒弟拍的就特清楚，你看我狗就在这儿，哎啊哎，然后我就说你但是啊，其实那个主总可能也自己掏钱给我买的呢啊，所以以后啊我看这个华为也许就回去了，但愿的好，我就祝他一身体好再得专利，二华为能再起来，第三句我没说起来好继续赞助我呀，是吧？我希望华为那手机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因为毕竟跟那些装逼的那些假的国货，就这玩意儿，全都说国货好好好好好，他妈个屁啊！就这种啊，都写 Made in China， 你们都给中国丢人啊！你们说甭他妈挥着小旗满街晃去，你们给中国丢人，你们不配用中国。我是海湾战争的时候，你看我。墙那儿有一画，张和尚跟我过来。哎，这是杭州中国音乐中国美术学院给我画的啊。那时候我无知，我年轻啊，我在我身上，因为是连日本其他那些蒙古都参加对伊拉克战争的，1990年，中国没有。蒙古由于参加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，美国援助给蒙古修了好多公路啊。2011年的时候吧，啊，十几年前，林彪摔下来40周年，我去蒙古，啊，那时候还没有公路，啊，从中国二连浩特一出去是戈壁省，戈壁省在过去是肯特省，肯特省的首府就是温都尔汗，就是林彪掉下来那地儿，以前没路，后来美国给修的路，为什么美国修路呢？因为蒙古支持美国打伊拉克。我那个时候呢不懂事儿啊，为了怕我识别我不是日本人，不是蒙古人啊，我是中立的，所以我把我背心上写上新华 News Agency 啊，底下是啊，我开了 embassy 密啊，来识别是我。现在我都觉悟了，我都不能随便使这国旗，你给中国丢人啊！你说你他妈国中国队，中国队昨天把越南都给丢，嗨、哎，就不提了啊！一提这又生气，一会儿我把我电脑再给砸了。哎，别连累你的祖国啊，像这种啊孽子出去都他妈别说是我儿子，别他妈说是中国人，给他妈中国人丢人的，越是这种坏人越他妈爱把国旗搁身上啊。那然后呢，
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太他妈可气，太他妈可气。嗯，你谁也别代表哈，你看原来那傻逼啊，就是我代表亚洲，你代表个屁，你他妈就不是好东西，你配代表被小人诈富啊，不知道怎么，哎，气死我了。喝酒，嗯，